神奇祖母线上花圈，总统赖清德近两个月前来到金门主持823纪念，这回再赴金门主持古宁头75周年追思大典。虽然国庆演奏唱到无党所终，总统依旧没开口，不过对于搭机前来参与追思活动的古宁头老兵赖总统很主动，刚下来就打算就打算了。说谢谢你，当年出生入死，保家卫国。谢谢。就怕满满的感谢对方听不见，总统直接把头靠到老兵耳边，但随后出席参会，总统却说一起吃饭可能不太方便。小感冒，我不敢跟大家共餐。捍卫中华民国，为国家主权、民主、自由而奋战。台澎金马，寸土不让。我们请他们起立。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，感谢他们。作为英雄，请起立。向九旬老兵鼓掌致意，总统也要借机呼吁团结一心。古宁头战役让我们明白，民主自由并非理所当然。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也告诉我们，只要团结一心，就能对抗威胁，不能，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，大家说是不是？继上个月在国庆大典强调中华民国正统，这回赖总统在来到金门追思古宁头英雄，还跟参战的老兵聚首，似乎在用行动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拢。以上是 TVBS 新闻崔仲勋、叶凤伟在金门的采访报道。